终于发工资了，给老婆转点钱嘛。老婆，我发工资了，给你零花钱。零有有。您的外卖订单即将超时。应该是这里吧。你好，外卖。静静。鱼呀、啊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亲爱的，谁啊？我送外卖的。我送外卖的。哪个就是爱情？我爱你妈卖麻花。总之，我就这样失恋了。白捡的老婆果然不靠谱，才几天就，哎，兄弟，静静的事情是我对不住你，为了补偿你，我给你送了只神奇的兔子，居然是我兄弟，哼，还有脸回来？哎，人呢？千万别碰水，抢我老婆，赔我只兔子就完事了，看我今天不炖了你！我可以吃兔兔，先给你泡个澡。兔肉怎么做好吃啊？清蒸还是红烧？都要进锅里了还不安分。哎，兔子呢？左为了补偿我，兄弟送了我一只神奇的兔子，没想到它变成了爸爸。爸爸，你是那只兔子？天哪，你先穿上。哎，兄弟，你这给我送的啥玩意儿？我爸爸，我会喜欢一只兔子。妈妈，我好像恋爱了。哎，你穿好了？哎，你怎么你还咬人呢？兔子应该是吃这些的吧？是吧？难道不合胃口？不管了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哎，赶紧吃个冰棍压压惊。谁啊？兄弟送我的兔子竟然变成了一个小姐姐，我感觉我又恋爱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许幻山和静静的事我听说了。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。没事吧？这事发生在你身上，你说有没有事儿？嗨，本来就是闪婚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啊。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今天是来帮你的，我们公司最近招人，要不去我那儿？不去，没心情。这又没老婆又没工作，那更抑郁了。听我的，把钱给你，让我缓缓吧。哎呀，我不骗你，我去帮你找衣服，现在就去。哎，你进我房间干嘛？你别乱动。哇哦，这不错嘛。给我拿来，我再看看还有什么。不一官方的回答了他的废话，喷了嘴巴只会把路指为马。完蛋了，我的兔子被我兄弟发现了。这难怪不想找工作，你这性子还得忒快了吧。走走走，别瞎管闲事。哎，总算是送走了，还好没被发现兔子的秘密。哎，这个危险，以后不准碰这个，知不知道？出去吧，我做饭给你吃。哎，人呢？哎，别玩这个，好脏。好了，我去收拾一下，不要乱动，知道了吗？怎么这么多人找我？哎，你拿我手机干嘛了？完了完了完了！万万没想到，我居然和一只兔子同居了。你怎么在我床上？赶紧出去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我去，还尿我床上了？你干嘛？我已经受够了。上次拿我手机随便发东西，今天又翻垃圾桶，能不能消停会儿？对不起。哎，你别乱叫，我不是你爸爸，而且我也不是你的主人，我养活自己都够呛，我根本就养活不了你。我少吃点。哎，你不能跟着我了。你走吧。走。哎，关我什么事？养活自己都难。小白兔，小白兔，小白兔，小白兔。喂。